今天雨下得很大，现在在等那个大儿子放学，我已经在这等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了吧，现在还没过来。感觉每个家长都不容易啊，有很多家长都替小孩子背着书包，拎着书包然后打着伞。但是明早上回教，因为妈妈你弄了把什么没有没有在这儿，然后专门特殊给你就坐到你小卖盆那。估计快了快了，他没有得放学早，你都人家的放学特别早。啊，再等会儿哥哥。走，上车了，走好不好？赶紧，我啥都收了，阿丹等你拉到回来。他妈放一条脚就在就剁下来。在剁下来。又是鸡里巴掌坏了。啊，真的。我知道也真的，不用讲讲也真的。哎呀，你才当了个鸡条，你才骗我当了算两组长的东西。大爸家不能别人能那样的组长。我都还没有漂亮，你就漂亮。你说话呢？就是。鸡里巴掌。兄弟，你漂亮，好家伙，这老二帮了这位给扁了哈，好家伙，把老师帮了这位给扁了。小心点，小兄弟，小心点，小兄弟。我今天吃饱了，是不是吃素的？对呀、啊，鸡蛋、红萝卜、焖。我要抓小猫了，去。这儿经常的人快过清节了，老二家的花着。喜迎国庆节。妈妈，俺要发小猫了，这个是给哥哥的。这个是给妈妈的小猫，这个是给爸爸的小猫。哎，我分享你的时候小劲儿不来啊。嗯。有跆拳道，还有武术，给你整了我摆过了。嗯，我吃饱了。就是香，肯定香啊。烫手了。我放了香油，我放了好少油，你觉得它会不香？不香就怪了，那你拿点吧。好的。我不敢吃的多了，得加肥了。干吃啊！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不小心又吃撑了，其实我在厨房也偷吃了要饱了。嗯。再来人家发本灯，不要光发着小声了，就像说生意挨不门儿了，我已经快穿不上了，真的。结果我收着货时候，我瞧着哭泣的包小孩，结果也穿上了。确实好起来，就真的流行的那种哭泣声。你主要咱的话有个腰带，我没有带那腰带，那腰带完了又出很好笑，后面又露着口子儿，叫口子儿。你看他这种聊特别舒服，里面含了人名。我妈妈给他补了作业完成啊，就是每天学了这语文去复习了，然后自己在后面预习一课，完成这任务了，我就给他推荐一部电影，非常励志的电影，很好笑的电影。啥？你今天学了哪个课？老师讲了，你瞧瞧，瞧都还有说了，加油！这比天天讲红会儿还好嘞。是，又是说明读了好啊。嗯，是。还是说纪律班长挂了好？不，这幼儿园啊，读这声音还小。听你们声音洪亮总是难听。站如堂，坐如钟，行如风，卧如狗。笑死老师吧！你笑死老师，楼顶的顶都顶开了，肯定像。你就听人主任叫小狗咬你。站如松，坐如钟。咱一起就一起就都用个了。啊，不用一下子不也行？没用。云对雨。雪对风，花对树，鸟对虫，山青对水秀，柳绿对桃红。